每天五分钟，改变你人生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有三娜五分钟课堂，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，有三娜高级八星钻石动物师吴不雷。今天我来和大家介绍骨骼系统的产品。骨骼系统产品它属于优化营养，是建立在基础营养之上的。它包含三款产品，活力钙镁片、可咀嚼钙镁片和健格宁。它的颜色是蓝灰色。可咀嚼钙镁片它和钙镁片的主要区别是，就可咀嚼钙镁片它是专门为儿童和吞咽有困难的人设计的，包括老人。骨骼对人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它是组成人体的框架，它可以起到支持运动和保护身体的作用，还可以制造红血球、白血球，储藏矿物质。它可以调节人体内矿物元素的浓度，特别是将钙离子浓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，可以参与身体各系统的生理反应。骨骼的化学成分它由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，成年人的骨头2/3是无机物，1/3是有机物，儿童的有机物比无机物多，所以儿童的骨头塑性比较大，却容易弯曲变形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骨头当中有机物的含量相对的慢慢减少，而无机物逐渐增多，所以我们成年人的骨头容易折断却不容易愈合。影响骨骼健康的主要因素，第一个是适当的运动。好，那么还有激素的作用，特别是雌激素作用。骨骼健康需要相应的营养，比如说优质的蛋白质来构建我们的骨骼系统，同时它还有镁，可以防止骨质疏松，当然含有钙，它是构建我们骨骼的最主要原料。维生素 D 它可以调节钙的吸收沉淀，维生素 B 族可以降低钙流失的速度，还有维生素 C 它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合成，不饱和脂肪酸可以稳定钙的通道。我们常见的骨骼疾病，比如说有小儿佝偻病或者叫软骨病、骨质疏松、骨刺、退行性关节炎、骨质增生和类风湿关节炎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食物当中很难摄取足够的钙，那么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要额外的补充钙的产品。为什么有三娜钙的产品独树一帜呢？每一粒有三娜的钙镁片，它包含钙125毫克，镁125毫克，维生素 D3 100个国际单位。钙、镁、维生素 D3 就相当于一把剪刀的两个刀片和一个铆钉，它完美的结合才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，所以它可以大大的提高吸收利用率。高浓度的钙、碳酸钙和高吸收利用率的柠檬酸钙结合起来，它们完美的搭配，既保证了安全高效，又保证了钙的浓度。维生素 D 可以加速小肠对钙的吸收，所以有三娜的钙镁片它可以维持我们的血钙浓度，改善骨骼牙齿健康，可以预防骨质疏松，改善神经系统，有助于睡眠，帮助维持正常的血压，帮助消化及排毒，同时可以软化粪便，改善我们的便秘。除了骨骼之外，我们知道一个一定要提到的产品是健格宁，就是保护我们关节的。它是独家的 Insiligens 技术，它含有氨基葡萄糖500毫克，同时摩瑞厄姜黄素它的吸收利用率是标准姜黄的29倍，还有葡萄糖酸锰，还有维生素 C、 镁、钾等。它的主要作用可以促进我们软骨的构造和新陈代谢，并且可以帮助关节润滑液的产生，可以消除炎症、抗氧化、舒缓疼痛。它的锰是制造蛋白多糖的主要成分，维生素 C 它是制造我们胶原蛋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物质，所以健格宁是主要针对我们关节设计的产品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软骨的产生和消炎，所以是我们称为关节的保护神。谢谢您的关注，想要了解更多有三娜的信息，想要拥有有钱有闲有健康的品质生活，请扫描图中二维码或点击视频下方订阅。每天五分钟，改变你人生。